周家乐、古佩玲、范奕敏、陈俊廷、吴伟豪同中年好声音周吉佩、龙庭、罗启豪、吴大强、颜志恒等一众艺人齐齐出席善心满载仁爱堂记者会。Amy 同 Andrew 喺剧集上嘅合作就见得多啦，喺舞台上嘅合作就真系比较少见。今次嘅主題係傳承，咁愛傳承愛，咁好開心咧，就係可以即係、就是、我哋兩個之間都即係、就是、破天荒合作啦。我係一個老嘅 generation 啦，即係講真，因為喺唔好意思咁講，你講嘅咋？唔緊要啦，我都好面對現實噶嘛，係咪先啦？嗱，因為咧其實咧喺我而家裏邊一個 family 啦，你講緊啦，咁我係即係另一個即係高啲嘅即係 generation， 咁佢阿仔，咁阿仔咁樣啦，都長輩噶啦，咁樣咧，所以咧就可以傳承咁樣落去，令到多啲人知道咧，即係呢一個一分一毫其實係要靠大家嘅善心同埋嘅累積嘅，咁所以希望俾大家愛心咯。係、我知道你係咪都會同阿主席會合唱啊？是啊，今次是一個真的突破了今次，因為可以跟主席合唱，同埋我知道我啱啱同佢傾嘅時候咧，佢都有話佢有練開歌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對我嚟講，今次是有壓力啦，有壓力噶，咁我好想即係一齊啦，都係為即係最主要都係做慈善啦，大家去 enjoy 去攞多啲愛心 show 俾大家咁樣。頭先都聽你哋分享咧，就會有啲係誒唱你哋嘅新歌，好多嘅第一次喎，係咪啊？今年都算好好運氣啦，出咗唔少歌曲啦，出咗歌就想即係有機會去表演，即係唱 live 俾大家聽。咁好唔容易有個機會啦，係啦，咁要。即快啲唱俾大家聽啦！呢日見到彪哥哥父子同場，唔知喺活動當晚佢哋會唔會有合作呢？我都想，不過好似暫時未有咁嘅安排。我哋會有同台嘅出現咯，喺個畫面上出現，喺個台上面出現。其實係咪都每次有呢啲咁樣嘅機會，都好想同爸爸一齊去合作？其實都希望可以一齊同爹哋合唱，因為都開心嘅同爹哋唱歌。我 keep 住學緊嘢噶嘛，同爹哋唱歌。表露咗，咦？佢唱得 O 唔 OK 啊？有冇進步咗啊？都仲有啲進步空間嘅，不過咧唔係淨係佢，包括我都有進步空間。每一個都唱歌啊，學無止境啊，咁啊，即係要不停進步、不停練習啊，咁樣咁啊，希望佢繼續努力啦，唱多啲好歌咁樣，咁我可以多啲機會同佢一齊唱歌咁樣。Benson 最近正籌備緊粉絲聚會，仲要面對唔同嘅工作，雖然好忙，但佢都好開心可以咁充實啊！我呢兩個禮拜好充實啦，即係嗱度 run down 啦、歌 list 啦、夾一啲 rehearsal 啦，跟住仲有服裝啦，所有跳舞嘅排練啦，咁因為我都準備咗啲舞步想表演一下嘅，咁就呢排有好多咁。又適逢就嚟台慶啦，咁所以哇，好多嘢，即係我好中意呢種咁嘅充實感覺。係啦，好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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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就啱啦。咁同埋我大家都知道我正職啦，咁正職咁11月、12月又係好忙嘅。係啊，咁所以哇，呢排我係好似好燃燒緊小宇宙咁啊，好正。